首先是这样子，然后他说啾啾啾啾啾啾啾哦，伊是去哪嘞？莫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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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！有了，有了，主人，你的泡面变好吃了。停完了。刺猬波波，我们现在人在高雄，没错，我们收到一个外派通知，就是要来到高雄这间网咖担任一日店长的工作。这间网咖可是非常不得了，它可是获得我们的 ROG 电竞联盟以及 NVIDIA 金级网咖双认证的领航者电竞人文高雄林森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就赶紧跟我们店长交接一下吧。好的，店长，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这间店担任一日店长的工作。请问一下，平常的服务员都是做哪些内容？店长的话就是环境收拾、收桌面，然后跟包厢。有分不同区域吗？对，哪些区域啊？有分休闲区、跟电竞区、包厢区、包厢区。对。然后电竞区就是听说平常都会办一些比赛、一些活动，电竞类的，就会特别就是在这边的电竞区举办。对对对对。哦，就代表因为它的设备非常的顶了。它是4070台，然后加上华硕一些比较顶的电竞系列的产品。那这边的电竞区真有办过类似哪些比赛啊？LO 跟 Apex 哦 ，LO 跟 Apex 都来这边办过，都来这边。而且听说九月的时候还会有一场 Apex 的活动 ，Master Cup 的大师场的 Apex 比赛。哎呦，听起来感觉搞不好我就会参加是吗？好像有那么点机会会参加哦。如果剪进去，这都代表我会参加。OK， 那就请店长就是教我一些就是什么做制作餐点，制作餐点青苔的部分，可能就请你手把手教我了。好 ，OK， 好 OK， OK。网咖最常点的应该就是泡面了吧？嗯，肉骨茶面啊，比较经典。泡面超多选项哎，有肉燥，统一肉燥就有肉骨、肉燥，然后还有一二三。四五六七，还有韩国的、啊，对，还有台式的，哇塞，真的各种都有哎、欸，还有气势。哦，我感觉我在玩那个韩国的那个游戏，那个我小学在玩的那个。我每次都失败，然后分数超低的。好哟，感觉有卖相。来豆豆，嘿。刚好，你要记得跟他问他，他是魔法。真的假的？对，这里，这里。戴眼镜，我看他正在打楼哎，感觉他在打架哎、欸，他可能对可以吗？啊哎哎、欸欸、啊哎、欸，你的手机桌布怎么好像好似曾相识啊 ？OK， 那我们来试一个魔法，首先先这样子，啊说啾啾啾啾啾啾啾，哦，伊是去哪嘞？莫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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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！有了，有了，主人，你的泡面变好吃了。哇，为什么不是他的手机做透露出了以前是我啊？请问要买水、零食还是面包？便当吗？台铁便当。OK， 周年的滑鼠垫。
空调很大。你要来了。OK。哦，好有成就感。我觉得稍微有点累。对，这是我们每天店员的日常。那我们还有一个小动作，就是我会直接换一个垃圾袋，就算他丢一个小垃圾袋，我们也是要把它丢掉。哦，一个卫生。哦，这还有个步骤，这个要把它卷起来。小细节。嗯，然后再把它放上去。OK， 完成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你们要吃飞机餐吗？今天有鸡肉跟猪肉。哎喂，我们今天的这个一日女仆的表现，一级棒。他也只能说一级棒啊！他如果没有说一级棒，我等下拿那个撸他的脸，超凶。你觉得这个商业模式有没有可能正式去广泛？女仆网咖。可是如果今天在鸡蛋的时候，有人一直有个女仆在旁边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帮你穿点吃魔法，我很想打她。”下次来的时候，会不会来这边说我店员都穿女仆装？然后男的也穿女仆装这样？好，那我谢谢店长今天。对，感谢。不会，谢谢。Okay. 跟你讲话额外紧张，我是你的粉丝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有点紧张。完了，那我刚刚还蛮没形象的。OK， 我们 ending pose。来，你摸是吗？我们先稍微休息，中场休息一下。但我其实觉得蛮开心的。怎么说？可以经过一些，就是他们玩游戏跟我玩的一样，就是忍不住看他们打的怎么样。啊、如果打得很烂，就很想教他们。你就拍他的肩膀，哎、欸，大哥，大哥，要多加点钱，点个陪玩，点个陪玩。那你以前常跑网咖吗？其实没有，我大概是从应该是上大学之后才第一次去网咖，而且那时候还是去台北，然后找不到地方休息，然后朋友就说，哎，还是要去网咖休息一下，然后就才第一次去网咖这样。但是呢，我不知道是那间网咖是比较休闲还是怎么样，然后那时候玩，我就觉得它的设备，荧幕大是大，但就打起来就很不顺。你也知道 FPS 游戏是很吃效的，就是它的就玩起来就卡卡，就玩起来就很不顺，就很不舒服。所以我第一开始就是对于网咖印象其实没有那么好，就我会觉得说啊，还不如回家玩，就设备那么烂的话，还不如回家玩。哦，确实，早期网咖的设备真的是不怎么样。嗯，然后我们是所以是时代的关系。对，时代的关系。哦、我们最早期的时候能玩很简单，什么《世纪帝国》，什么 CS。有什么魔力宝贝啊？还有什么红色警戒啊？对，红色警戒超好玩的。红色警戒，它吃硬体效能就是其实是蛮阳春的。但是一直到后来 ，NVIDIA GeForce 系列的显示卡引进之后，就慢慢的大家可以开始玩一些更好的游戏作品。网咖时代的，我的网咖时代的要紧，它那一段时间真的是黄金时期，因为各种电竞的，还有魔兽世界，尤其是魔兽世界。哦，对，魔兽世界也是很吃香的。那时候其实大家很喜欢玩魔兽世界，可是自己家里电脑没有那么好，只有网咖，然后自己买又很贵，就是学生又没有那么多钱买显示卡。对，没错，大概是15年前是吧？年前。然后那家网咖，它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强的人。然后后来还有什么玩什么 Dota 2啦，还有哦，那还有什么 All Star， 那时候刚好魔兽争霸嘛。很多人喜欢的、啊，然后就开始 Dota、啊。你故事还没说完啦、啊，我都睡醒了，你故事还没说完。说不完啊，可以说到明天早上好吗？爷爷，我们还有工作要做，爷爷，我不能再说话了，该工作了，爷爷。好的。比起去练技术什么的，其实有个方法可以更加提高你打 FPS 的会战胜率，就是呢，我们就是打开我们的设定，影像这里有个 NVIDIA Reflex 启动加强化。它的功用呢，就是它可以提供最低的延迟度跟最佳的反应速度。然后我们这边按 Auto 加 D，
叫做它的效能。这边齿轮点进去，这边呢就大家选一个位置，然后按进阶就会显示就是非常多的你的后台数据。但是因为平常打 FPS 其实也不太会需要看到这么详细的，所以大家这边可以点基本就好，基本就会只有 FPS 啊、CPU 利用率啊、GPU 的利用率啊，还有延迟。如果你觉得这个真的很挡，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哦，打 FPS 画面就是不要那么多东西，不要那么多资讯的话，请你打 Auto 加 R， 它就可以关掉啊。如果你又觉得有点好奇后台状况怎么样，你再按一次 Auto 加 R， 它又出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他说要打马赛克，请帮他上马赛克，然后那个刺鬼的头。哦，员工，所以员工平常都在这边打电动吗？对，今天是真的你要来我才。啊，是啊。哇塞，那我要怎么称呼你？哦，我叫展翼。展翼。对对对。是本名吗？对，还是你要叫？你有绰号对吗？小展。出去就看得到，出去就看得到。欸、这边、個。前面前面哦。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没了没了没人了。你有需要什么吗？没，缺点你。不是，这样太油了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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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吗？好强哦！好耶，赢了赢了！感谢感谢，太强了吧！没有，一定是这里的那个电竞区真的设备那么顶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的体验就结束啦。怎么样呢？就是在网咖当一日女仆的感觉。在这边再去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间网咖，它可是我们 ROG 的电竞联盟以及 NVIDIA 的金级网咖双认证的领航者电竞人文高雄林森馆。尤其是喜欢 FPS 的玩家哦，这边的电竞区包你满意。它可是采用华硕的 TUF Gaming RTX 4070Ti 的显示卡哦，让你打 FPS、打 LO、打 Apex、打 Overwatch、打叭，绝对顺畅到烂掉啊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就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。而且不得不说，这边的店员人真的挺好的，像刚刚那位他说要扫一个月的厕所。好，感谢大家，我们这次的计划就到这里啦。おやすみなさい，啵啵啵啵啵啵。